打开这个地平线模式，地平线打开来，打开这个地平线模式，那你看它明明已经这么歪了，这么晃了，它还是可以保持画面的水平。好，再试一试哦，这样歪，歪来歪去，它还是可以保持画面的平稳，而且画面是几乎不会裁切的，很厉害，这个模式非常厉害，地平线模式很猛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猛。这样晃，画面非常的平稳。好，这个是X80的地平线模式。